大家好 ，ST 董，今次就介绍 Tiny 名 KMB 61派解版。咁啊，呢个都城加姆 Metro Bus， 咦，派解版先啦，22、23。嗯，呢系一撇嘢，迟啲要试用火酒抹，已经刮咗好大，已经刮咗好耐都系唔甩。系咧，本身第一格佢系呢一度，同埋呢个车头都唔知一红咗，咁啊换个陈列品，咁啊得呢一度有问题。咁佢路线就系36。A 去呢个梨木树，咁车队编号就系3M3，车牌 CS1204，荔枝角厂。咁呢后期啲嘅版本啊，诶，见过散热网友黑色真系靓仔啲。其余啲分别就系，哦，啲门银色咯，呢个系咪正常？呢度咁样，唔知。我见亲都系红色嘅，系啊，唔知咩事呢度白咗点，系啦，正常应该都系红色嘅。第一个都系污渍定系甩咗色，但系冇理由会变咗白色嘅啫，唔搞嘢嘅，都系迟啲先搞啦，睇下会唔会越搞越衰。系啦，咁大致上就系咁啦，系最主要都系个车头。变咗黑色散热网，其他分别真系冇乜。系啦，咁今次个派街版嘅都城加姆 Metro Bus 介绍就嚟到呢度啦。中意就 like 记得 subscribe， 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